春节要来到，学生放假也长达21天。这段期间，因为青少年无需要到学校来上课，容易留恋伫外口，恐惊染上滥用药物的习惯。而每届一个春节餐会等等，也可能有酒后开车的行为发生。为了维护民众的安全，嘉义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兴安派出所将会甲宪兵队共同实施巡逻、路检等勤务，预防犯罪以及交通事故的发生。春节将到，为了维护嘉义市民安全以及防止犯罪发生，嘉义市第二分局兴安派出所为即日起到过年，将甲宪兵队共同实施巡逻、路检等勤务。再加上现在学生正咧放假，容易在外学习到不良习惯，兴安派出所将会加强辖区内治安工作，以及强力稽查酒后开车等，也希望市民配合共同维护嘉义市的治安以及交通安全。108年的春节将至，各级学校的学生也开始陆续开始放寒假。那我们警方为了避免学生他因为在暑假期间进入娱乐场所进而感染到不良的气息嗜好，那我们就结合警消还有附近的宪兵队，那利用在过年期间前来加强治安维护工作。嘉义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春节是台湾特色传统节日，出外在外的亲人也伫这个时阵返乡团圆。为了让家家户户会使欢喜过好年，警方会持续用心守护辖区内治安，让民众感受到安全，让大家欢喜度过春节假期。新闻台民嘉义市采访报道。